大家好，我是香港小美女，也是你们的小甜心哟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给我强烈推荐，连点五个赞吧，点个关注吧。现在呢，在香港加道里道豪宅区这边呢，树木太多了，落叶扫不过来呀。再往前走到尽头了，这条道上呢被我拍了个遍。刘德华、张国荣啊、张家辉啊、向华强啊等明星啊、富豪啊都住在这里。接下来要介绍的呢，就是加道里道81号李某的豪宅了，说是离宅。门口呢还有一个保安每天守着，这里的豪宅区也就他家门口有一个保安，其他门口都是没有的。现在呢，这个豪宅估计没人住了，里面住的应该是工作人员、保安、保姆之类的吧。今天呢天气很好，环境呢很安静，路上没看到一个人，就我一个。我去年来拍的时候呢，保安是站在门口的，现在呢保安可以坐着了，挺好的。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。